几乎所有的动作场面都会有复杂的视效表达在里面，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。其实漫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叫想象力很开，我们一定要去做视觉特效的延伸。在真人演绎基础上呢，我们把他们的动作更夸张，我们采用了许多动态捕捉的技术，让它更加有力量。镇魂街守护灵的设定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，动物形态的守护灵呢在我们本片出现了三次，在肌肉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补充，通过传统服饰的那些铠甲的造型其实更适合应用于打斗。我们对宫庙宇守护灵设定呢是速度非常之快，但是在捕捉的过程中也是难度非常大的。一部作为原著中极为强大的守护灵，通过 CG 技术让它每次在攻击的时候都蕴含着一个巨大的能量。在制作这场戏中包含处理大量的群集动画，确保渲染性能与画面的平衡。将军们出战，这里是罗刹街，我说了算。